那个泰国来拍电影哦，都是大部分都是在这边拍的。那个象神哦，早以前在大城那边，很多都是用黄金做的，连那个一些那个剪刀是槟榔的东西，那个汤匙、叉子，很多都是用黄金做的。那个有那个。那个现在为什么现在那个缅甸来大城那边打仗？哦，打完仗他们就全部都烧掉，庙啦、皇宫都被烧掉。一些很多都是用黄金做的。因为你刚才去抓，保护起来。